你身边也有这种爱攀比的同桌吗？有了这五个神器，不仅让你变学霸，还能碾压同桌一大圈。学生呢，错过了真的会亏大了。同桌每次去上课都是东一袋西一袋，还好我有这个万能的百宝袋，打开呢就是一个三面的收纳袋，中间可以放 iPad 或者书本，左边呢就可以放笔记本，这里还能把笔插上去，上课一个小本子就能轻松搞定啦。同桌的笔太多了，乱糟糟的，很容易不见。还好我有这个超能装的笔袋，上面打开可以收纳所有的笔，下面拉开还可以收纳橡皮或者胶带，同桌的笔就交给我保管吧。同桌就是个手残党，他书上的笔记简直惨不忍睹。多亏我有这个波浪线笔，一笔下来就是一条曲线，还有不同的颜色，看到重点就可以分不同的画下来，轻松 get 学霸笔记。同桌喝水的杯子普普通通，都不能解暑。看看我的杯子，打开上面的盖子就是个风扇，装上水就能边吹风边喝水啦。上体育课跑一圈特别累，有这个边喝水边吹风，同桌都羡慕死了。同桌的水杯放在桌子上，一不小心就洒了一桌子的水。算了，帮他装个收纳架吧，水杯、雨伞都可以放在上面，当然还可以收纳文具，桌面空间都变大了呢。看完这个视频，其他同学都抢着跟我做同桌了。